嗨，嗨。今天呢，我跟子彦哥是主持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来开箱前面这一台很奇怪的机车。哎，张宏德会不会被泡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这传说中的大 B 耶。哎，大 B， 我们就先问球导，为什么要买这一台机车的选择这么多，偏偏为什么你选中了这一台？我讲一下哦，它其实是我第二台机车，人生中，那第一台是随便买的，叫雷霆业务。我对机车一直没有好感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它就是代步工具。我就是有一天嘛，在一个商店的门口要去买礼物，结果我买完礼物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一台车，太酷了吧！这个车跟我想象中的车不太一样，这台是 BWS 2022款的特仕版水冷，所以我看到这台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拿来拍照，然后我就开始问大家说这台是哪一台车。结果一问下来才知道它就是传说中的把妹神器。我一直以为啊，大 B 他是属于叫台湾味的男生在骑。怎样叫台湾味？台啊，有些人会称作 Pui Gang， 我觉得他是很有格调的台湾味男生。好好讲话，求你好好讲话。没事，我会买大 B 啊。这一台我认为他跟过往的那个大 B 形态是差非常大的，他已经快变成一种商车跟越野车的一种混合。那以前的大 B， 我认为把妹神器的原因很简单，不好做，它往前倾，对。哦。刹车可以。对，刹车就一下这样子。刹一下，刹一下。对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很好把妹，因为一直撞一撞，撞久了就出感情，感情就是要碰撞嘛，对。碰撞就会出感情。很常需要拍片，对不对？那拍片的时候很需要怎样设备啊？设备要怎么拿？用手拿。用手拿。啊，手不够呢？开车载，开车啊，开车呢？骑摩托车，摩托车啊，摩托车不能载物，就是装。可以看得到，它有非常多，比如说这边前面有个篮子，它其实可以用那种网状的东西捆绑，然后我们就会把一个很大的包包，摄影包直接放着，然后我们两边就可以用网子给它罩起来。哦，脚架没问题，再加上一些周边，它可以放下去。哦，然后后面啊，我们看过来，这边有三个，那就是这个是传说中的三箱。侧边两箱嘛，厚的一个箱子。那其实这边可以放很多，比如说电脑，然后不公事包，或者是一些基本上一些配备零件跟充电器，还有行动电源。它其实这一台就可以让你载非常多东西，然后这个后箱可以再叠东西，就可以比一般的摩托车还要放更多东西。没错，而且啊，它的车厢啊容量非常大，放我这种大头的那种全罩安全帽都还放得下去，而且后面还有一些空间。它还有特色，它其实有很多锁孔，很多很多的锁孔，所以其实前面的侧面还可以放两个包包。所以其实你就是因为它可以有更多的扩充，所以你选择了它嘛？对。因为讲真的，这台车它肯定不是最好骑的，或是最好坐的那一种。这样讲好了，我分享一下，我刚买嘛，我们骑观止椅非常痛苦，因为它跟 GoGo 比起来，它毕竟是油车嘛，它可以骑比较长途。然后我为了这个测试它的性能，跑到观止里，一路上颠簸，屁股痛的要死，非常难坐。然后而且它动力非常没力，非常没力。它是扭力强，然后那种转速不强。简单讲，用白话文就是，它比较沉稳，瞬间加速很弱，比 GoGo 还要弱好多好多好多。GoGo 冲刺力还比较强太多了，毕竟是那个电车嘛。对，我觉得它这样设计是有用的，因为如果在山路或是颠簸路，你骑太快有可能会翻。中速还蛮舒服的，可是在市区哦，你低速跟中速之间切换，所以等于说很难骑，而且又重。而且还有问题是，它这个踏板，它这个很容易被踢到，我的脚直接碰这个，这个也是可以改装的。哎，对，其实买大 B 不改就不要买，它的功用是这样子，它其实是单人座，然后这边又放东西这样子。对，它这个其实是给骑士用的，它不是给后座用的。然后可能有人会说，那金发财、光阳跟三角都有出那种载货的能力很强，可是为什么我选它？其实这一个原因，算，而且它的改装配备比较多，我们之后可能还会再开箱一次这一台。但是你会看不出来是这一台。对我而言啊，只有两种机车哦，一个叫 BWS， 一个就是非 BWS， 不容反驳。上非本台立场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导演。然后我要补充一点，这一台是125里面最强的露营机车，它做出来就是为了探险。其实它不能叫商车，它是拿来冒险的。所以之后我们会买很多露营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会跟子彦哥去露营。
疫情也过了嘛，是不是应该户外了嘛？要不要野外求生？世界末日的时候，谁可以活最久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露营神车，因为你在世界末日嘛，车子会瘫痪。你看过很多动画或是电影，到处都是汽车的尸体，然后主角永远是骑的越野车，然后拿一把枪，滋滋滋滋，有没有看过吗？对，所以一定要有一台这台车，适合在末日生存的你。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分享，然后大家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记得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